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天顶冷冷的月，头顶小小的地，怎样身边无阿爸通陪？过去咱定定伫这坐几暝，嘻嘻哈哈的大大细细。听你讲笑话，阿爸你今摆敢有过了好势？阮对你的思念犹原遐尼多，你讲的每句话，阮拢会记在心肝底。为阮付出的心血，无人会当代替。你请用的这个家，因为你才有代价。今仔想要爱你，却全然无机会。
身边无阿爸通陪。过去咱定定伫这坐几暝，嘻嘻哈哈的大大细细，听你讲笑话。阿爸，你今麦敢有过了好势？阮对你的思念犹原遐尼多。你讲的每句话，阮拢会记在心肝底。为阮付出的心血，无人会当代替。你吃用的这个家，因为你才有代价。今仔想要爱你，却全然无机会。今仔想要爱你，却全然无机会。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。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已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。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。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已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。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掌声响起
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为了多争取和我相处的时刻，你忍受病痛的折磨，你很勇敢，也很努力。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现在你都不再痛了。很少人像你这样子，给老婆很大的自由，鼓励我参加辅导团、读研究所、接行政，因为你觉得我可以。甚至因为我的忙碌，这几年都是你在煮晚餐，你也因此学得了好厨艺。女儿的出生是你帮婴儿洗澡、换尿布、喂奶，都还记得你帮孩子洗澡的事宜。女儿的成长你也从不缺席，在阳明国小国中的阶段都是你在进在出，参加孩子的活动，也更奠定了孩子们对你的爱，因为他们看到了认真负责的老爸。有一年的父亲节，他们还颁发给你冠军爸爸的锦旗。你走的第二天，嘉轩跑去85°C 买你最爱的黑咖啡和罗宋面包。你从生病开始就没有喝过你每天必喝的咖啡，我们想你一定超级想念咖啡的味道。你超级爱打电动，尤其是风之谷，回家总是两台电脑再加上手机练功。你离开的前几天竟然要求打电动，你打了5分钟告诉我说你累了，要我继续帮你打。我一看我又不会打风之谷，你摇摇头，我知道你很遗憾一直没有把我的电玩教会。还好之前你看到你两个女儿已经开始玩电玩了，你有骄傲的感觉。佩琴交男朋友的时候，你常常在旁边紧张地问他几点会回来。甚至有一次你在门口看到他们两个亲亲，你冲回来好紧张地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。我很淡定地安慰你，他现在对你女儿做的你以前也都对我做过，而且我们交往的时间还比他们更早，所以怎么样我们都赢他们。你哑口无言，但紧张的情绪缓和下来，女儿果然是你上辈子的情人。这几年我们安排全家出国旅游，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病榻上我问你，你还有哪些地点想去的，我们都会带你去。你说由我安排，你也相信我们会带着你一起去旅行。今年的520，我送了你11朵玫瑰花，代表一生一世。印象中婚后我没有再送过你花，倒是有一次你惹我生气，我带着小孩回娘家，回来的时候阿姨还跟着我回去。我们打开电梯的大门一看，我们家的门口竟然贴了一张海报，上面写着老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时候我超级傻眼。我们把门打开之后，发现你跪在我眼前，眼前就是11朵紫玫瑰。那时候阿姨还忍不住大笑出来。你知道吗？你要离开的那一天，那些花还在冰榻上。我最后还是看了他们一眼，真的枯萎了。但是和你的生活点滴时常出现在脑海中，你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、生活里，我们会永远爱着你、想念着你。从你同事口中得知，你不但对工作认真负责，
你更是对同仁的求助来者不拒。无论在电脑上，或者在教学上，甚至生活上，只要跟你提出求助，你一定帮忙到底。所以你生病的期间，你的同仁都很心疼。阳明国小不管退休老师或者在职的老师都非常的心疼你走了，大家都悲痛不已，来者不拒。无论在电脑上，或者在教学上，甚至生活上，只要跟你提出求助，你一定帮忙到底。所以你生病的期间，你的同仁都很心疼。阳明国小不管退休老师或者在职的老师都非常的心疼你走了，大家都悲痛不已。在工作上，你选择了热爱你的工作。在研发组长期间，你们得了最大的奖——读盘十奖。你就告诉我，你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要退下行政，从事教职开始。你就把你的所长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从电脑比赛、网络练真起，甚至资优班的创意教学竞赛，你都参与其中。这十几年来，你在桥牌上的成就更是惊人。你都牺牲你的中午午休，还有周三下午，甚至是假日，你尽心尽力地在指导这些孩子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孩子们都感受在心里。你是他们这一辈子最难忘的老师。在家族眼中，你是一个认真孝顺的大哥。这一世，你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，请你放心前行。最后，我要感谢老天爷给我们这段时间，能做生命的和解，彼此还能够道歉、道谢、道爱跟道别。我和女儿，还有狗儿子小 V， 会带着你的爱，勇敢坚强地向前行。请你务必放心，放下这一切，好好跟随神佛身边修行。祝福你离苦得乐，永远怀念你的老婆启明。不计逃避同意，那些来死的儿子，相信这种骨肉至亲至爱的生死友谊，让我们感慨万千。先生虽死，但是即今死，永远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向先生引起行追思礼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。不要等你，等你爆发就好。